AM 730嘅读者你好，我系毛舜君，恭祝大家猪年行好运，身体健康，恭喜恭喜。AM 730嘅读者你哋好，我系黄祖蓝，恭祝大家喺猪年发个猪流饼啊！又即系好似有一场戏啊 ，Sammy 同黄祖如嗰场戏啊，啲细路仔你哋两个想亲密一下，佢哋又走出嚟啦，阵间又会唔会大声嘈醒佢哋啊？即系漆黑搞到天光，今天未够爽，一早头太赶，执仔劲嘅，点啊 ，B B？呢啲都令我想翻我啲女婿嗰陣時有咁嘅，有時我喺加拿大嗰陣時，你知加拿大啲木板嚟牆嚟嘅啫嘛，間隔咁都有呢啲咁樣，好有共，好生活啦，好有共鳴，好有共鳴啊！諗翻以前佢細個嗰陣時，我演嗰個我自己都係好深刻嘅，即係同阿祖兒嗰個，因為嗰一場我自己住大埔啦嚇。我哋知道大埔海濱公園係好靚嘅啦，我哋好想將大埔海濱公園介紹俾人。結果拍出嚟，大埔海濱公園真係好靚。阿婷啊，我係想尊重啲。尊重？係。我唔想你誤會我係啲咩男仔。我未撞過一個好似你咁好嘅女仔嘅。容祖兒啦，容祖兒係咁多古仔裏邊佢花最多時間，因為佢要錄音錄一日，佢排冇排咧，佢現場再嚟排。由於佢嗰場牽涉到120個舞蹈員，所以佢係唯一一場戲要兩日都拍。咁但係佢係同我客串一組嘅啫喎，咁所以佢真係好唔話得。